香港舞者阿嬤去年七月在男团 Mirror 的演唱会上被舞台上的大荧幕砸伤，导致颈椎严重受伤。他的牧师父亲以代祷信公开儿子病况，透露阿嬤近日因为感染而发高烧，接着表示医生初步检测膀胱肌肉，发现虽然经过差不多十个月时间都使用尿袋，但是膀胱还是有反应，正朝着取出尿袋的方向着手。阿嬤父亲祷告求神预备护理照顾有心人，希望能暂时免去阿嬤和家人的身心疲惫。阿嬤女友苏芷晴转贴着责代稿信时，强调家属沉重的心情，表示照护时未能及时帮阿嬤解决需要，弄致极度敏感的神经部位不舒服，包括移动身躯位置或衣服松紧的拉扯。心疼表示这些时刻令人眼泪倒流心里，字句间竟是对阿嬤的满满不舍。